九还零八年的我，没有，你知道零九零八跟那个时候你很好奇，内衣不别人穿吗？内衣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好来。超可以放大来看的，就是我穿的是
线三公分的话，好。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雾哲跟你，这看得出来是你。其实当然是我啊，可是我没有怎样。等一下，我要说老图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是反过来耶，我觉得我反而看不太出来就是雾哲。好，准备哦。他只是最温和。一、二、三，来，迎新的举手，迎新的举手。你这样不行啊，要么你花心，你选一个。我就难选耶，不行，我自己要这样难选。好，迎新二点五，迎新二点五。那还有谁？为了眼光，你选自己。对啊。那你一点五。那林星，林星也是选雾哲，是吗？是哦，是雾哲赢了。那平票哎，那我觉得今天看你好了。如果是你呢？我刚刚就说两个一起摆了，我就选林星。那林星，林星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就是一起把它开奖看掉。全部开奖，捉他。人家很珍贵耶，你在看那什么？好期待哦。我下一枪，我想要问一下，这个跟这个脸在哪里？这个焦点在哪里？难道是要大便的？不要酝酿的样子。每当时我觉得那个动作很帅，就很用力唱歌，这样。那这样还唱成这样啊？看起来是便秘很久。那我问你，你现在的你还会摆出这样的动作拍照吗？可能会不在那个角度了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来。下一个我换你换。你看我这边有点酸。然后笑到很酸，对不对？才第一个人，你太多黑历史了吗？对，我先确认一下，你肯对镜头发誓，当时的你觉得这些照片是你非常骄傲？我是真的觉得很好，你要看我的动作，你就会觉得自信自作。对对，但我只能说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超帅，所以，来，下一张，哇哦。熊被抢走的那个动态感，这张也是2001啊，你有多少的？这张那时候也是出那个、啊，就是用来说啊，用什么、啊？然后也是没有那个假发，所以把它喷红嘛，看得出来我诚意吧？哎、欸，这个画，这个好糊、喔。我现在就觉得我这个丑整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很帅，你的帽子其实算很帅。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超帅啊，有自信。其实我觉得有自信。对啊，那直观的，看我吗？对，直观的。一连串的啊那种抓拍，好，然后再来有一张要分享的第二张照片。
照片是，这个照片是属于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不会再出的角色，然后我也觉得我被骗，为什么要出这个角色？下班回家，然后小妖他就说，你可以完成我一个一生的愿望吗？然后他那时候超可爱，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说什么是一定不好的事情，然后他就说我可以把打扮成可爱的洋娃娃吧，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是可爱的洋娃娃算好这样子，然后就帮我画，也不跟我讲拍什么，然后画完以后就叫我去厕所拍，然后拍完以后就出现这样照片。而且这长得蛮像你的，可是我这一组互相伤害是不是？啊，我会想要这个，是我吗？对，哇，不行了啦，我最旧的只有2020怎么办？没有，我最旧的是2004的，应该是看不出来是同一个人，我觉得。你先给摄影机看，看看。哦，我看过。哦，哇，我看过了。哇。以前小妖会出女角的时候，完全看不出来。然后摆一样的表情来，一二三。那是你妹吧？没有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，很恐怖。我觉得你是要绑架这个人的人。好啊，再来是再进步一点的，2006，这是什么？两年之后，进步两年后。哦，哇哦，看起来不像他耶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你家怎么看不太出来是你耶？然后再是，再就是我的会场照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丑，最近发生什么？2007过了一年，又过了一年，我爸发生又过了一年。有看到就是一些社团也在讲说，
还原啊，或者是哪里怎么样。以前其实最激烈的是还有讲到说什么头发分错边，或者是这个角色的发色怎样怎样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我觉得现在有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多的工具，其实都很轻易可以比我们以前 cosplay 的更还原。所以也是希望都能够鼓励大家，可以享受 cosplay 这件事情，当下要玩的开心啊！因为我们当下虽然我们现在看都不还原啊，是我们当下都很享受，因为我们当下都很享受，我们超还原的。我们自己每一张照片当下都超级享受，对，自己超棒，重点是要自己开心，真的，而且其实一定会一直进步的。你喜欢什么类型，就代表怎么样？我觉得你自己喜欢就好。对对对对对，在没有影响别人的情况下的话，我觉得你喜欢怎样都 OK。然后，我觉得最后其实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 cosplay 的心得，就觉得给大家一点建议，说怎么样，你觉得会有一些进步。像我自己，我先讲，我从我开始好了。我自己的话，因为我喜欢那个，会帮你。对，我找到小羊了。对。那我自己的话，在动作上面的话，我其实会反复去看我的照片，跟我会去不断的在表情上面会去看其他人的照片啊，或者说我去看电影，然后看这些。电影人物他们怎么去诠释这个感情的，然后再来就是慢慢去学习，就是这些慢慢的经验去累积，怎么去对于情绪的拿捏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时间久了以后，你就会越做越好。我的话应该是，开始专精假发怎么抓吧，然后还有妆要怎么画。那你怎么去专精？就一直做啊，就一直做，一直弄，一直弄啊。那你呢？我啊。这是很像进步的，对啊，我是被人骂到进步的嘞。二十万。他说的很恶毒，但是有道理的。说那个脚本很丑哎，那好，你就可以看说，好像真的蛮丑的。就是你的心理素质其实蛮重要，蛮强的。我好像就是做说心多了，取悦我自己。反正我觉得我开心就行了。然后如果我觉得哪里不好，我就会去问、去讨教、去 Google。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是一定会一直进步的，反正你只要一直做，你就会一直进步。就是我也是比较偏自己开心派，可是其实我一开始在出脚的时候，就是很常被人家说就是很娘，然后那个眼神还有动作也都不太会，所以我那时候就看镜子练习。可是其实我不是因为被人家说，然后我自己很在意，不是因为这样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像我心目中的那个很帅的角色，自我要求。所以我觉得自己去看一些化妆教学，或是去看一些那种明星他们怎么摆动作，或他眼神是怎么样，然后就会慢慢去看自己的照片，就会发现这样好像比较好，然后妆跟假发也会越来越好，没有人一开始就好，对啊，对，不可能。就是想要说的，真的是没有人一开始就好，那也希望就是不管是已经在玩 cos 还是说打算玩 cos 的人，都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兴趣里面，大家真的能够去享受。然后就是尽你现阶段可以努力的尽力完成，尽力而为就好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大约这样啦，那希望呢今天大家有就是笑够了，希望大家都越来越有自信。然后这一集如果点击率超过100,000的话，就出写真书，写真书，然后送给 YT 的观众抽奖用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。